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来给你准备惊喜啊！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还要藏在我的房间里？来，春子。 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喜欢就好。我去接一下电话。 宴会厅那边催我们快点过去了，我们快走吧。哦，好啊。走吧，这些花都是你的。冲哥。 調査、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今夜はたっぷり楽しんでく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笑>ありがとう。順子も喜んでるよ。あ、失礼します。え、宫本怎么来了？你帮我点一杯酒，我去一下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阁下。好。佐藤将军遇害了。好啊，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什么人干的？有没有怀疑目标？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叶冲。马上找到叶冲，验证你的怀疑。快！是。父亲，宫本怎么来了？啊，有些事情我得出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叶冲，叶冲。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州，发给组织。 叶冲杀了佐藤将军，我怕他会逃跑，所以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结果吗？ 他肯定藏有重要情报，带走。是。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冲哥，冲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爸爸，这是误会。还要相信他吗？你让我掉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冲哥，冲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 宫本，打回去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陷害叶冲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叶冲，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爸爸，我求你了，你放开，你放开叶冲好不好？爸爸，会。冲哥。
宫本君，你先出去。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你根本不会明白的。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它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好，秋蝉先生。兄弟还不走啊？啊，再等会儿。走了。好，慢点啊。哎，姑娘，我这儿要收摊了，你还要等啊？麻烦您再等我一会儿吧。行。谢谢啊。文英。小庄哥，叶冲怎么没来啊？哦，他没事，他还在执行任务。可是他说过他会来送我的呀。现在没时间等他了，你立刻带我去见池城，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小庄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说了没事，你怎么这么烦呢？任务完成不了，有事的是咱们。走不走啊？少爷，何小姐来了。池大哥，这是叶冲的好朋友小庄哥，是叶冲让我带他来见你的。您好，池城同志，我是林小庄。你有什么事？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对。叶冲就是秋蝉。何英，你先出去等我，我有点重要的事要和池大哥聊。好，老魏，你松一下，走吧。
秋蝉是在上海接受檀香的派遣，当时叶冲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清泉上野来到香港，组织才重新找到叶冲，让他查清清泉背后的计划。6月28日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具体发射时间待定。12143-12，你怎么了？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是他在暴露之前，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才故意向我开枪的。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军政厅。池昌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池昌同志，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这么计划的，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就是护送何英安全离开香港。情报和何英，我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医院，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我想办法再联系你。少爷，你会相信叶冲就是秋蝉吗？我选择相信他。清泉阁下，讲。叶冲家里没人，何英也失踪了。我派行动队在全城搜捕。清泉阁下，我想请问，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他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他送回帝国的法庭，这是他应有的下场。我们抓到这个秋蝉，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你的问题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会看中你、相信你吗？是因为你的忠勇。你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你所有的思考，我都已经替你执行完了。宫本少佐，我已经看错了叶冲，我不希望再看错你。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仍然是我身边最忠勇的战士。小峰，秋风，事情办妥了吗？放心吧，我已经成功地把何英送出了香港，广州那边会有人来接应。好。知道叶冲关在哪儿了吗？他已经被清泉上野送回日本了。情报已经发出去了，组织上有没有回应？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现在没了叶冲，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清泉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如何入手啊？你还记得上回那些数字吗？那些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数字代表着上海。上海？1214312应该是上海的坐标位置。而且你们知道吗？清晨今天找我去聊船运公司的事情，目的地也在上海。那情报上提到的发射会不会就是空袭？清泉动用你的船会不会是想运送武器弹药？我不知道。老魏去替我收拾一下行李。少爷，你要去哪儿？去上海。小庄，这是一份明天的报纸，明天早上包同会把他送到香岛的大街小巷。叶冲被枪决了。得到他的死讯，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感到非常的伤心？其实你因为他差一点也丢了性命，知道吗？若不是当年来救亲，或许我早就没有性命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叶冲会是共产党。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纯子每天待在他身边，连纯子都没有察觉到，反而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庄，毕竟你是清泉家族里面出来的孩子，我应该对你一视同仁。可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一些经历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株式会社的工作我会替你考虑，明天会有一份公函送到你这儿，也许香岛这个地方让你伤心了，你应该换一个地方。叶冲，这都好久了，你也不过来找我，我特别想你。不过你放心吧，你交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每天都在复习，我就等着哪天你来了，我让你检查。你答应过我的。哎，从小到大，纯子，你所有的要求，爸爸都会尽量的满足，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只希望从今天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会尽可能的快乐起来。不可能了，原来的清泉纯子已经死了。但是作为您的女儿，我有责任为您完成一切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务。纯子，
为敌的人。在身边，清泉为什么会派你去上海？与其费尽心思去猜一个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人，倒不如将计就计。我知道清泉不可能信任我，所以派我去上海，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他会不会是在试探你？他不会为了我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我是在想，我对他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小张，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上海。不，池昌同志，你需要留在香港。这是松园酒店的储物柜钥匙，里面有一台发报机，是伯恩留下的，叶冲对他进行过改装。现在香港已经被全面监听，信封里是叶冲留下的电讯科雷达工作周期强弱的时差表和所有他找到的覆盖信号最弱的区域，你一定要小心。你什么时候出发？今晚就走，随行的还有清泉的心腹青木英柱，所以我在上海的行动应该不会太自由。小庄同志，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池大哥，一旦我查出了这个计划里的内容，还需要你来向组织传递。喂，房间吗？啊，有，您几个人住啊？我一个人住，麻烦给我一个靠街道带窗户的房间。哦，好。哎，把你资料写全点，名字写清楚，写到这上头，登记一下啊。206，靠窗户的，晚上睡觉呢有点吵，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呢，你就跟我说一声，贵一点的100块钱。谢谢。叶冲深知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并非他念及旧情，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叶冲决定与他周旋到底。别动，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出现。带走。是。谢谢长官。说吧，他去了上海。我是不是也可以动身了？等等，池生的船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3天以后出发去上海。穆佐将军已经将上海方面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妥当了。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人。阁下，您确定叶冲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能不能找到他的共产党老巢啊，那要靠我们的能力，尤其是青木君你的能力。是。
你们这帮废物，出去！是。有一些事情，我很想知道真相，想请先生为我答疑解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在日本被执行了枪决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上海呢？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极了檀香。聊聊吧，九禅。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你的身份了，让我配合你的工作。我是封长庚，代号037，秋蝉同志。同志，檀香还没来得及介绍我们，他就已经遇害了。你已经为檀香报仇了，为什么还来上海？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知道吗？上海认识你的人那么多，一旦被人发现，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我来上海，就是为了等待檀香派遣给我的那个秘密任务。他说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现在的执行者就是清泉。我在偷来的情报上发现了上海的坐标，而且情报上说了这个月的28号会有一次发射计划，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檀香说的这个秘密任务和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吗？檀香早就已经猜到了，日本人会对中国的战场部署一次军事计划，而清泉在东北秘密基地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秘密电台跟上海取得联系。檀香查这个电台已经查了很久了。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帮我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还有一个电台。好，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联系一下檀香的继任者。好，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联系一下檀香的继任者。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内。叶冲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组织找了他。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于简单，秦伯爵。去一趟上海，盯死叶冲，还有那个警察局长。他们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最好包括他们说过什么话，你都记录下来告诉我。是。这趟生意，我已经安排小庄去了。怎么利用他，你应该清楚。是。哦。春子，他的情绪有没有好转？还是那个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哭泣，但是他一直在按照您的指示在不停地工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里最安全了。檀香遇害后，这儿就没人住了，只有老厉每个月会来打扫房间，
这是檀香留下的。这是房门的钥匙。老厉那儿还有一把备用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亚和旅馆的伙计张回来送饭，他敲门的频率是三长一短，听清了才开门。好。大多数被警察局缴获的电台都送去了特高科，这是我偷偷留下的。我做了基础的屏蔽，安装了雷达，应该好使。你吩咐的我都做了，还有什么要求吗？檀香说你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可现实生活中好像并不是这样。还是别说我了，说一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吧。我必须要找到在上海跟清泉联系的那部电台。又是大海捞针的事，离你说的发射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来得及吗？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也觉得东北基地那支消失的秘密部队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查找出他的下落。叶冲，我很担心日本人那儿。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一个死人这么设防的，别担心了。506，好，楼上请。谢谢老板。哎，给我两个挨在一起的套间。哎，好。要住几天？有什么其他要求吗？稍等，稍等啊！两个套间，楼上请。都在上面写着呢。哎，小张，快快快，两个套间，赶快的。好嘞，好好服侍啊。哎，先生，我来吧。哟西，谢谢。留下爱的子弹。
借月光照干。